哦，好，这个任务做完，交彩色支线给泥泥路，好不好？给泥泥路，啊，先这样，不要再虐待这些。哎，我怎么打到奶熊皮？这只啊，呛辣古怪，不要再虐待它。交给泥泥路是吧？抬着泥泥路，那我们去找泥泥路。看不录到，哎呦，好。泥泥路是吧？再缩小一点。找到，原来是一个小猪妹。哇，谢谢你，好漂亮的彩色支线。有了这个的话，那就只差一样东西了。接下来再去红衣小男孩身上收集100个梦幻缎带吧。我的老天鹅，我还在打那个红衣小男孩哦。啊，没问题呀。啊，OK，没问题，红衣小男孩，这是没问题的。红衣小男孩是吧？好啊，来，调一下好不好？这个先调一下，这样，好。玩笑，好不好？稍微等一下吧。哇，慢！哦，我觉得我不能开这种。自动调节，因为它这个障碍物有点多，我怕有点卡住，有点不正常。就先挂下，挂，准备去整理东西。先把视讯关掉。好，先给他打一下。
OK， 打完了，睡哦。整理一下衣服就打完了。好吧，这些停止攻击，等下再伤害小男孩了，就是叫红衣小男孩，不要再伤害他了，他很痛苦。好吧，将梦幻缎带给妮妮露，并领取奖励，没问题。妮妮露那么可爱，我们一定去找她。啊，找到，可爱小猪猪，是梦幻缎带。有了这些，我一定会是最闪耀的明日之星。这些给你，明天也不能忘记我哦。所以他给我了多少经验？千万、十万、百万。千万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、亿、十亿、百亿、千亿。好 ，OK， 给我蛮多的，好像。那这个妮妮露的任务就完成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找那个宝宝餐城吧，去宝宝餐城。看他怎么走，好，看宝宝餐城怎么走。哦，宝宝餐城在这里，我们直接飞过去啊，我懒得用走，好吧，飞过去。好，宝宝餐城来了，宝宝餐城地图长这样，这边是室内、室外，很漂亮。真的很漂亮。然后现在去找那个青信安海，这好，我们先看看这边有几个 NPC 好不好？好，潘达，然后青信安海，再来是熊立叶之父，然后草薰，有四个 NPC。好不好？那我们先找青信安海，好吧？哦，王有一个王哦，血色，好不好？直接跟他 PK。哦，很凶哦。哇，来，扛住啊！直接电死。好，青信安海先找他。哇，你看这边好多蜂蜜，好棒！青信安海，怎么一只是
奶嘴宝贝熊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请问你知道这个宝石吗？啊啊，这不正是熊王皇冠的？我想你也听过传闻的，确实，宫崎居民的确是熊王，没错。当时我正跟他一起巡逻乐园，他拿来的这颗宝石也的确是皇冠上的力量宝石。OK， 老实说，熊王宫崎居民当下我也傻住了。虽然我是最亲近熊王的人，不过我也的确没有证据可以替熊王澄清，但是我始终都相信熊王是清白的，一定是有发生什么事情，一定有发生一些事情。另外，这些心意请收下吧。诺雷有通知你会来找我，谢谢你帮助绵绵梦玉。啊，有，我一定会帮助你的，好可爱。事情的经过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我也有个忙，只有你才能帮我。我想请你帮我去熊宝乐园的杂货商人那里问问有没有安眠药。所以说，干他的任务是要帮他买安眠药。你达到安眠药吗？有，在这里。你骗人，你根本没有帮我找到安眠药。外来人果然都不可相信。干你什么小啦？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连安眠药没有了？找到我再去找找。熊宝乐园的杂货商人应该有安眠药。为什么他安眠药？干，你只是个宝宝啊！你只是个熊宝宝，怎么会想吃安眠药啊？好啦，那别人的任务现在好不好？先休息一下，好吧？我承接了踏上安稳梦想的任务。今天就到这里。OK， 好，下次。再录，谢谢你们。